愧的相逢，一路上有你在我身旁。时间的花都在勇敢的歌唱，超越一切，穿梭时空，带来光亮。啊，夜空中闪烁的星光，是我们汇聚梦想的光芒。出发吧，最天使挥动的翅膀，只有相信世界充满希望。这世界最美丽的花，用生命散发希望的光，叶落里带你爱的力量，寻找心中另一个自己。我是陈思思，因为叶罗丽娃娃，我拥有了真正的朋友。和他们在一起，我不再孤单。希望我们和叶罗丽仙子们能一直在一起。舒言因为奇难受到了时间惩罚，他总是这样为别人着想。这次轮到我们帮他了，我要找回他的时间，也守护奇娜的笑容。今天就到这儿，放学。哎，休息一下。走走，去玩打球去。不能作业。去了。哎，去我家学习吧。好呀。哎呦，玩一会儿吧。你们怎么还不走？别！我们今天晚上出发。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呀。我知道你们的计划，眼镜奇娜找过皇室，女王说不会出手。女王可真厉害，刷刷泡泡。我可不想和她作对，祝你们好运喽。伙伴们，对不起，都是为了我。说什么傻话，换做我们，你也会这么做的。女王都答应奇娜，会让你见到冰公主的。放心吧。哎，如果不是有奇娜争取到的女王保证，我不会让你们为我冒险。就是的，兄弟，别多想了，我们就是去度假，我们一起出发吧，晚上见。嗯。放学了，怎么不回家？回家了又要被唠叨，还不如躲躲清静。今天萝莉的主人他们怎么了？一个个心事重重的。他们那群人太认真了。反正只要不影响到我们就好。对了，大妈提到的灵犀阁，那是个什么地方？你们好像很想要那里的钥匙。仙境里每一个仙子都想要的灵犀阁的钥匙，可以左右一切的灵犀之力。虽然我没有得到灵犀之力，但是你们有机会，而我可以帮助你们。如果得到了灵犀之力，你们再回到仙境，将会成为圣级仙子。灵犀阁是仙境最强的力量所在，不过那里都是些很厉害的仙子。主人，我当时真想考虑女王的提议，如果我可以进入灵犀阁，获得更多的力量，说不定我可以治好你的心脏。原来你们在这里啊，让我好找。捉迷藏也要给莎莎留线索吗？是你，
荒石的主人。你缠着我干嘛？白光莹，走了。哼，王默他们今天也一脸严肃不理人。喂，你要去哪儿？清静的，没有你和一堆跟屁虫的地方。我们不是拥有秘密的伙伴吗？难得我今天不拍戏，一起玩吧。嗯，我有事找你商量。昨天我和女王打了一架，我完败哎。就凭你，肯定呢。咱们到底应该支持谁啊？两边都不帮。啊，这么随便能行吗？不关我的事。我的娃娃荒石为什么都不听我的话呢？喂喂，你能不能认真点，好好跟莎莎说话啊？你的娃娃也老说要考验人类吗？够了。我是个有今天没明天的人，所以这些事情我根本都不在乎。至于要不要帮助叶罗丽战士的决定，只能你和你的仙子一起决定。要想娃娃听你的话，不是靠命令，是心意相通。你有没有替荒石考虑过，他为什么要相信我们？别缠着我了，自己想清楚。陈思思。哦，对了，他们准备今天晚上就要出发去仙境了。舒言不能生长，他们要去找冰公主。虽然女王对齐娜说会让舒言平安见到冰公主，不过荒石说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女王既然知道他们要去仙境，看来这一次是凶多吉少了。你们要去仙境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喂，我们去哪儿不关你的事。少哆嗦，你怎么总是做蠢事？我也去。哼，这情报可是我给你的，我要跟着。嗯，看来大小姐又交到新朋友了。我在电视上见过他。你们两个不要闹了，我们10点要准时出发了。这车听我的。10点就是还有时间喽，去乐器店。喂，不要胡闹了，那不是我该去的地方。你走之前把时间留给我，好吗？难道他是在担心我吗？这是他送行的方式吗？反正还没到时间，好吧。那是高泰明、莫莎、思思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？马上要去仙境了，他们这是要去哪儿？乐器店，这里。到这里来干嘛？初雪的话，我推荐 Hello Light。 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啊？陈思思，我要让你回忆起来自由的滋味。你都忘了吗？自由是多么快乐，为什么要把自己束缚住？散开头发才更适合你。高泰明，你干嘛？这个我先替你保管，等你做了决定再还你。这是你的人生，你要为自己而活。来。哎，高泰明，你要干嘛？我马上要走的。走之前享受一下你的自由吧。主人，可以玩一会儿，咱们还有时间的。啊，真可惜，不能让大家看见我的美丽啊！哟呵，漂亮的键盘手又来了。天才美女搭档，太棒了！主人被夸了耶。泰明，你小子太随意了吧，说来就来的。别啰嗦了，起个调。好了 ，3, 2, 1。感受自由的时刻吧！哟吼，最喜欢唱自由。
不能为自己活一回吗？为自己？快找回你的自由。我的自由？主人，别犹豫了，时间还有，我们就自由的快乐吧。叶罗丽魔法，孔雀之吻，让他们看看你的风采。我觉得陈思思小姐的琴弹得天下最好，咱们不谈大师的，谈自己的曲子。自己的曲子？我可不会作曲。只要大家跟着鼓手的古典节奏，加入自己的感受，配合到一起就可以了，完全自由地融入音乐去弹。原来音乐也可以这么轻松啊。我堂堂大明星可不能输给他们，我可是莫莎哎。如果莎莎不是舞台的焦点，莫莎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。你们可不要忽略了我这个明星，我也是多才多艺的实力派哦。小花，好漂亮啊！哇塞，莎莎哎！是啊是啊，这些大明星莫莎，快拍照！对，莫莎是为了被正式而生的。不错，有两把扫子吗？是有两把刷子。喂，快点找他签名啊！莫莎，帮我签个名！莫莎，莫莎，莎莎先生！吵什么吵？不是为了音乐而来的人，请出去。这里没有明星。只有表演者，请尊重演出。如果是真心喜欢他的，就好好欣赏他的演出。高泰明，谢谢。我们错了，我们会尊重演出的，请继续演出吧。你们继续啊。怎么样，和我在一起你很快乐吧？你不要去仙境了。这种快乐是不承担责任的快乐，只为自己，为所欲为。去仙境虽然有危险，却是我必须做的，这份承担才是朋友间的情谊。你不了解舒言，他也是为了守护别人的幸福。那次在战胜大洪水的战斗胜利后，我和舒言返回时进入时间隧道，我们在齐娜的时间轴上看到了她的快乐和悲伤。舒言决心帮助齐娜找回幸福。隧道不稳定，随时有危险。舒言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跟你一起。思思，危险我一个人面对就够了，你跟我回去。舒言，你先回去，等我回来。舒言用时间把空难的齐娜父母带了回来。舒言是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，我们一定要帮助他，不能让他没有未来。还给你，虽然你的选择很蠢，
但是我尊重你的决定。我希望你的生活是为自己，为自我，不要像现在总是考虑别人。你们这次去仙境会很危险的。不会的，女王答应齐娜不出手，会让舒言见到冰公主的。啊？真的呀？喂，放学你怎么不回家？害我好找，没有我保护你很危险的，别乱跑。明明是你自己说上学太无聊了，不想跟着。所以你放学就该老实回家呀。好了，光石，别说你主人了。虽然亮彩给白光莹和光石都施了隐身咒，不过您现身还是要小心点儿。很久没有这么自在了。莫莎，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。在我们面前，你不必介意明星的身份，可以自在地做真实的自己。我刚才看到孔雀使用了变装魔法，孔雀，你能把我变成这样吗？哎，这人和你很像嘛，这有什么难的？不过你干嘛想变成别人呀？你告诉我，我就帮你了。我好想他，他是被我埋葬的人。埋葬？埋葬？你对你的主人一点都不了解吗？哎，他不是我选的主人，是阴错阳差。你现在不是叶罗丽仙境的十只国王了，既然缔结了契约，他们就是我们唯一的主人，我们就要让他们幸福啊。不过我的主人好像不需要我。别说傻话，白光莹，我是不想你为我放弃自己。孔雀，你帮我变回另一个自己吧。叶罗丽魔法孔雀之吻，把莫莎变成照片中的人。是谁啊？思思，你怎么和他们在一起？舒言，我看见你们三个一起离开，我一路跟过来，快把这附近都找遍了才找到你。思思，他们两个还没决定帮助女王还是店长，有可能是女王的帮手。你不要自己单独跟他们在一起，多危险。孔雀，你也不劝劝主人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？思思，这是你的人生，你干嘛被别人左右？舒言，你难道就不自私吗？为了你自己，让思思跟你去仙境冒险。如果我放弃未来的后果，是你会跟这小子一起堕落，那我宁愿要长大守护你。不，高太明，你错了，去仙境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时间已经不多，我们要出发了。还是叶罗丽战士之间的感情更牢固，你的盟友只有我吧。走了。好。好冷漠。上来吧，咱们也走吧。巨像树。叶罗丽魔法。干嘛？我要去办点事，
你老实回家，别到处乱跑哟。好啊，不过你这么神神秘秘的，是要去见什么人呢？小孩子别多问。难道是老情人？反正你变装了，走在街上也没人能认出你了，应该很安全了，快点回家吧。你变装不就是为了新鲜吗？不是的。莫莎有什么秘密？有什么危险在仙境等着叶罗丽战士们？